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五百万，我要赚钱，赚了五百万再去买房。对，我要赚钱，好好直播赚钱。主播问你个问题，你问嘛，问嘛，看你问的问什么，我可以回答你。感觉主播想打人呢，不打不打，我没有这个暴力倾向，搞钱，对啊。为了增加金，今天的发型挺好看的，夹的发型。我现在拼积木了，什么积木啊？可以给你的微信吗？不可以哦。对，在直播间要消费才可以得到我的微信。对的，是很难放手。谢谢落月高乐高积木，那你一边拼积木一边荒唐说请假来看我直播好吧？我直播是随缘直播的，不是每天定点的，对吧？你这话不太相信。谢谢小菊送来的比心，谢谢，真好，太棒了吧你！哎呀，说到我的难处了，说到像你们有对象似的，你们要有对象的话还搁那看我直播，早就跟你对象亲热去睡啊，生日刚过啊，说明有缘，没缘，没遇到喜欢的吗？遇到我你不喜欢我，虽然说你追不到我而已，但是你可以喜欢我呀，是不是？你有对象还看我直播，你这个渣男或者渣女，不守难得。谢谢小菊家的灯牌送的礼物，谢谢，欢迎小九。深秋六。你给你介一个介绍个对象呗，你多大呀，哪里人啊，你说啊，直播间喜欢你的话会私信你的，真的。你还是很帅的，谢谢，你是真的挺会夸，我是真的喜欢你们说的话。Sorry， 我操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操，妈呀！谢谢小菊送的那个，你是抽出来的吗？这么好，简直不要太爱了，对我真好，还去接我的鸡，还请我吃东西啊！太好了，我感觉遇到了爱情。不是我送的大红包，是小菊给你们送的。啊，这是什么礼物啊？客气。哟，你看你这个冬天的访客，看看人家，看看你，六个屁！你个妈喽，只会抠六，除了抠六都不会抠啥了，抠鼻屎，哼，小妈喽，笑死我了。全部都要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欢迎马大侠，哎呀，欢迎你！今天帅吗我？回来了吗？还在滑雪吗？给我打爆了雪吗？给我这点雪吧。你再逼逼我就把你拉黑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最不喜欢就是你的话太多了，我真的很烦那种话很多的人。对，话太多不好，做声好听，史密斯，不要叫老公行不行？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称呼，把你禁言了。
你不要自作多情，我没有说你，没有说你话多，不要自作多情，往脸上贴金啊，没你的份儿。这双好帅啊，喜欢不？喜欢我可以。姐姐来了，没啥用啊，是我的粉丝儿。好的，好的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进来可以可以点点爱心聊聊天的都可以都可以，好吧。变现吧哥们，好的好的好的，现在都没流量了，变不了线了现在。对 L 你好帅，我好喜欢。欢迎小桃子，欢迎小桃子，谢谢奋斗的小什么，奋斗的小菊送了鼓励全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可以叫宝宝吗？滚，你这么小叫我宝宝，小菊是吧？啊啊啊！谢谢小菊送的礼物，搞点节目，你不值得我给你搞节目。有灵魂的歌，那姐姐你想听什么歌呀？怎么去成都了？我在成都这里住了四五年喽。对，我在成都这里住了四五年了，一直都在成都啊。还记得你吗？不记得你了，不记得你了。记得你吗？之前看你在广东，那应该是2018-2019年的事情了，现在已经不在广东了。对，怎么接受得了？粉丝这么多，什么接受不了的，对吧？又不是一辈子也是这么少，多的时候看得到你说话吗？不看不看呗，有人看就好呗，没事的。对啊，没什么的。谢谢冬天的访客送来的啤酒，谢谢欧莫，你人真好，给我送啤酒。好像僵尸粉600多万，僵尸粉的话也挺多的。深圳有什么？我听说深圳消费很高呀。对呀、啊，深圳消费很高，我去不起深圳呀。之前还能去吧，之前还能在深圳买套房的。现在的话，深圳都不敢去了，都不敢在深圳呼吸空气了。你过来找你玩啊？玩什么啊？你带我去哪里玩？带我去喝酒吗？在唠嗑。肯定在唠嗑呀。对呀、啊、之前在深圳都能买套房了，现在的话都不敢去深圳呼吸空气了。我不在石板滩，我在那个成华区。17、18的小女孩，不会的，她们挺长大的了，吃吃喝，真的假的？我很值钱的，我把我卖了，很贵的，我就把我卖了。22岁，这也不好意思，我比你大，你带我吃吃喝喝的，我没钱。对，我没钱跟着你去吃吃喝喝的，因为你比我比你大，我也不好让你买单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等我赚了钱再去深圳吧。对吧？对。太多皮好看上链接，什么好看你都要上链接，好久没刷到我了。你都没关注我，没刷到我不很正常吗？是不是？今天这发型好看吗？虽然说我家也是广东的，但我很少去深圳。你养我行不？但是我现在自己都养不活，养不起你啊。哦，成都的话可能不适合你，你就适合在深圳。虽然我家是广东的，离深圳很近，但是我就去过2次深圳，去深圳都他妈去打螺丝，去打工的。我下次去深圳一定要去玩的。不连麦，连麦能跟你说什么话呀？对呀、啊，
你知道我是广东的，不会吧，这么厉害？大主播不缺钱，我那么缺呀、啊！我是隔着直播选小辫儿来的，肯定缺呀、啊，对吧？你们给我刷点吧。西西里拆了啊？西西里是哪里啊？西西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之前一直关注你好几年了，现在还关注我吗？现在你会缺钱吗？会啊。深圳酒吧街我没去过，我只去过那个 Space 还是去哪里吧？那个什么叫 Space 的那个地方吧？之前去过一次吧，就去过一次。对，就去过一次那个叫 Space 吧。你之前哦，深圳各大酒吧预定的来我直播间了，我不得去找你消费一套酒。在北京不知道深圳有吧？应该是有吧？应该 Space 应该有吧？我记得之前去过一次 Space，很久之前了，那时候，对。好帅，谢谢谢谢，可能今天是化妆了，化了妆，弄了造型，可能今天会比较上镜一点，因为今天要是去拍了视频的，今天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刷点小啤酒什么都可以。头发炸了，没事的。现在还刷我吗？现在还刷到我吗？闭嘴，别这么多话，好吧？再这么多话又把你这个号拉黑了啊，真的很烦你。啊，我真的很烦这种一直刷屏的人，真的挺像那种私生饭似的。滚！我很烦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怎么能才能把他踢走？广东好像现在天气挺好的，广东的天下挺热的，成都的话挺冷的，他们故意添。还记得你吗？不记得了，不好意思。还上学吗？跟学生一样，对，上学呢。我现在还是挺像学生的，对吧？在哪里？对，不过成都火锅好吃，一般般吧。重庆的火锅好吃，重庆的火锅好吃，成都的话没有重庆的好吃一点。但是广东的话，我喜欢吃广东的东西，广东东西比较补，对。成都的话就是比较辣咯，对啊，你在深圳应该挺好的呀，深圳，对，没热度了吗？对，下次没有热度了，现在没事的，热度的东西以后会有的，现在不着急啊。喜欢啊，你喜欢吃辣的，我口味跟你不对，不是很喜欢吃辣的，那你带我去吃吃喝喝的那。岂不是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喽？去南方玩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相信你还能回到巅峰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带我去吃东西，你肯定吃，点都是辣的。你不知道我不吃辣的，你都点了辣的，让我就跟着你一起吃辣喽。谢谢朱莉送的啤酒。朱莉，名字好甜儿。对呀、啊，想去云南，那你去了不用跟我说。对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用跟我汇报的啊，没事的，我们关系也没有这么好，不用给我汇报的。想去就去啊，注意安全就好了。可以看今天穿搭吗？居然叫你们妈喽，我不叫，这是你们自己进来的，我又不是求你们进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这么多！你是不是发达了？在深圳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在深圳发达了？带我吃这么多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呢！耶，对我这么好，都被人说请我吃饭，对我这么好的，
怎么突然有个人对我这么好，我好感动啊，怎么办？从家母，我要去深圳了啊，我要去深圳了。想想，谢谢冬天的访客哦，你去机场接我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好，那我可以看看票吗？那机票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买呀、啊？欢迎小橘子，欢迎楠楠姐，好久不见，很想念，对，很想念，爱不爱你？那必须爱呀、啊，能不爱吗？你都回来了吗？还是说还在滑雪呀、啊？我吃饭了，吃饭了，不吃饭的话饿到我直播怎么可以啊？是不是？很没有安全感，每天都胡思乱想，你稍微给我回一点，我都会贼难过。我操，我跟你很熟吗？大傻村儿，哎妈呀，给你打包点羊肉串的签子，那签子不是不能拿走的吗？这么坏，人家是拿那签子来算钱的，你居然把那签子拿走了，这不得逃单吗？给我拿点血吧，打包点血给我就好了，我还没见过那个血。跟你说，男生收拾一下也可以很帅的，你们也收拾一下吧，拿回来给你看一下，可以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对，不要太晚回来，到时候的话，那雪的话都融化了，拿回来只留一泼水了，怎么炸毛了？露一下就好了，因为今天夹了发型啊。后天回杭州可以啊，那你让西西把雪给你呗，你把雪给西西，让西西寄来给我呗，他不在成都吗？你说西西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帮我把那个雪送给那个七鹤，他在成都。收拾拿个东西就走，你是真的不怕折腾哦？让你妈妈给你寄不就好了吗？变帅气了，那不帅气怎么拿捏你呢？肯定要变帅气啊，不直播的时候都在变帅气，跟你说，太卷了，不帅一点的话就被你们淘汰了。对啊，我的发质线没有很高吧？西西说不可能啊，他在看我直播吗？不会吧，行，毕竟我跟他没有很熟，如果熟一点的话应该还是有可能的，还是算了吧，还是我自己去冰箱拿点冰来玩一下就得了吧。做了服贴了吗？贴了一点点吧。哦，在你旁，你真的别给他看啊，你自己看就好了，你给他看多尴尬呀、啊、别给他看，自己看直播就好了。他说他社恐，他对不行，他有对象，你那个另外一个闺蜜叫什么？我想想啊，想不出来了啊，他好像也有对象。我吃完饭了，小菊，我吃饭才直播的。巡视着你在拼乐高还看我直播，真的很有心。边看我直播边拼乐高会快一点吗？谁有对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又没对象的，对吧？小孩子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啊？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因为帅我都去找别人帅哥去了，我不帅的话我不看你，对吧？你找别帅哥去呗，帅哥这么多，我天蝎座的，对，我天蝎座的，喜欢吗？你们喜欢天蝎座的男生吗？七鹤在家穿外套也很冷吗？这不是为了打扮一下自己好帅气吗？对啊，打扮一下自己怎么了？喜欢你什么星座的？
你什么星座的可以告诉我一声吗？看看我喜不喜欢你那个星座的。如果喜欢你那个星座的话，把行程安排上了就冲深圳去了。你也是天蝎座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，太喜欢了吧。哎呦，还是天蝎座跟天蝎座更有吸引力。本人喜欢水瓶，我又不喜欢你，你水瓶水瓶关我什么事儿？不喜欢你啊。你什么星座说多高啊？1.7米够吗？你有多高啊小菊？你水瓶座的，你不喜欢水瓶，165，这不就刚刚好吗？高5公分，我再穿个增高鞋垫儿，100斤，我操，好瘦啊 ！Oh my god， 我110斤，1.7米，你1.65米，100斤，你穿个高跟鞋儿，我再垫点增高鞋垫儿，怎么这不绝配？就出去玩的话，就不得看到我们俩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行，我买票了，去深圳了，记得去机场接我了。穿外套很冷吗？这是穿搭，打扮的好看一点，不管冷不冷的事儿，懂不懂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懂不懂？长得不好看，穿搭还不能好看点儿，是不是？你跟乐高什么时候才能拼得完啊？看我直播会不会影响你拼乐高的速度啊？主播主打一个什么？主打一个打嘴炮吧你。多大了？不告诉你。不告诉你。30岁没有这么老吧？没有这么老吧？我看了我也不像30岁的人。加个微信，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着急？哎呀！救命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么着急吗？我看一下机票，我看一下机票。不着急，哎，吓我一跳！不着急就好，我怕你太着急了，我怕。对呀，不着急就好。嗯，是吧？因为我这里还有工作，还有工作的啦。因为就是说，不赚钱的话，我去那里的话，老是你请我吃东西，我也过意不去。虽然说我那边也有朋友吧，但是也人生地不熟的吧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肯定要赚钱才去啊，不赚钱的话，我去那儿。到时候都是你，嗯，请我吃饭呀，喝酒啥的，我都怪抬不起头的，我就低着头吃，低着头喝酒，我头都抬不起来了，这怎么可以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男人一定得有钱，没钱的话就得赚钱了。你还未成年，那好好读书啊，这有啥的？谢谢谢谢小秘密送那个箱子，能开出什么东西啊？一起努力赚钱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哥哥鼻子好看，那个妆不是，这个妆不是白化的，画了鼻影的。你皮肤管理真的假的？就是说，嗯。医美的吗？还是说祛痘的？还是说你是开皮肤管理店的？我操，那我去的话岂不是可以给我护肤吗？太他妈喜欢了吧。
而且又没人间。对，我皮肤不测得很好，我现在是化妆了，因为皮肤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想想，毛孔，毛孔有点粗大，怎么办呀？对，谢谢落月，毛孔粗大怎么办呀？用仪器吗？敷面膜那个不行吗？可以做清洁。美人骨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，本来我要去护肤的。哥哥你好白，因为哥哥的话，他现在是开了美颜、戴了口罩的，所以说哥哥有点假白，知道吧？哥哥是那个开了美颜的，然后化了妆的。你过来，我请你做皮肤啊？真的假的？我感觉真的假的？这么多这么厉害，我直接不在成都住了，我那么直接去深圳了，要做。那我会变成帅哥吗？我会变成那个皮肤很滑的帅哥吗？行，那我可以用我的小红书给你那个地方打广告。我小红书有100万粉丝，我可以给你那个店打广告都可以。嗯，看你主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主页，我要下播才能看。对，我要下播才可以看。我害怕把脸打烂，真的假的？有明星顾客，哎呀，说的我都心动了。我看一下机票了，咱们看机票了，不跟你吹嘘了。先看机票了。宝安机场吗？也不是很贵。对，机票的话，600块。机票的话几百块。行，等我好好赚钱我去了。对，知道个底儿。真的要过来吗？哦，现在有点后悔了，是不是？是有点后悔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等我赚了钱我再去吧。但是这个皮肤管理是真的很吸引我，这个东西。对，停止隐藏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过来我给你订，可以帮我打广告，可以啊。但是的话能不能不拍我的脸发出去呢？因为我还没摘口罩，就是说打广告得要用其他办法打广告才可以，就是说对，不想就是我的脸被你们甩出去店面那里。因为如果就是我可以摘口罩的话，我就可以去那些什么整容医院啊，那里他们都给我做项目都是免费的。但是我现在的话还是没有摘口罩，他们就对，就没有这方面的合作。我本来就20多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的皮肤会变得很滑吗？噔噔噔噔噔，你要整容你去啊，因为现在还没摘口罩的嘛。因为整容的话就是不收你很多钱，可能收你一点点钱，让你给他打个广告，他可能给你免费。就是你看那些网红去一些地方整容他都不用钱的。
不说了，你过来给你看效果，但是我还是想吃东西，想玩。摘口罩有危险，其实没有危险，这是利益方面的问题而已。刚刚刷了整容的视频怎么样？最好不要整，行。但是这不就是怕你们不喜欢我吗？多待几天玩一下。你一直在深圳吗？还是说你定居在深圳啊？还是说你家就在深圳呀？票不贵，票不贵，还好。我们家去豆起家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那你们家是不是都没有痘痘啊？我操，我好烦有痘痘，就是怕那个皮肤不好。我天天护肤，我天天搁那护肤。你爸妈在北京？啊。就是说你爸妈在北京，然后你在深圳了，就是说四个耳洞吧，一二两个，这个也这个。惠州离深圳挺近的，我又不在惠州。我老家离深圳也挺近的。取口罩的话要赔违约金，违约金几百万，很贵，所以说摘不了口罩，因为摘口罩现在的话要赔很多钱，所以说摘不了口罩。对，可怕，什么可怕呀？对啊，现在摘不了口罩，等有那个钱的话才能摘口罩，太难了。我不认识你啊，你认识我吗？这衣服很合适，真的假的？那以后我就穿这衣服不脱了，好吧？看你们都这么喜欢这衣服。脸上粉真多，关你他妈屁事呀！我用我的粉底，对吧？你用得起吗？还说我脸上粉多，你用得起粉底吗？傻逼，是不是？我脸上都粉关你屁事呀，又不是你脸，对吧？怎么越来越好看了？没人会越来越丑的吧？哎呦，夸你上去上哪里？没有什么好听的歌呀，喜欢你的挑眉，我不会挑眉，不会挑眉，不好意思。不看外表，看内在，外表不在意的话，谁在意你的内在呀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团队给你改线路了呀，准备改线路了。到时候的话去冲，让你上麦吧。不想跟你说话，对你不感兴趣。没有，你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欢迎江一晨，好久不见，凉了呀？对呀，快饿死了，太凉了，凉的都你们都笑话我了。对，想听顺，行，给你听一下吧，喜欢你吧，这首歌吗？
先给我的小菊放吧，你们稍后稍后一下。谁唱的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再给你听顺好吧。对呀、啊，这还得是对吧？谢谢小琴，可以不？嗯，乖，听话知道吧？不听话的话就不放给你听了。所以说，不听不闹，听话就好了。你会唱？你会说粤语吗，小菊？愿你此刻我会知，是我伤心的说声。会一点点，哦，行吗？那双眼动啊，小心更美啊。拍 Alice 的不也是模仿吗？这有啥的？他团队很厉害的，模仿不来。不喜欢马天宇，会唱，要不连麦你唱个歌呢 ？PK 啊，你又不给我上分 ，PK 什么？对啊。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，别尴尬死了。行，给你点面子，给你留点小面子。我会知，是我伤心的说声。赵露思，你点那么的爱，不喜欢。好帅，真的假的？你不骗人，你是谁家粉丝团呀、啊？啊，十七级，这么帅吗？他能不能做我家粉丝呀？一起唱，过来我们在 KTV 一起唱歌，几个人呀？就我们两个吗？还是说你有你的朋友？我有点怕，我有点害羞啊。能不能不要这么多人呀？嘎，安排小美。嗯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太多人了，我害羞。对，你可以叫女朋友一起。我朋友，说真的，我深圳的话没啥朋友，所以没啥朋友，有的话也不是很熟。连麦吗？集合，连你妹，滚。西西楼，我不知道西西楼是哪里，没有去过。对，你可以把我当成好朋友。嗯，又开始怼人了，没有没有啊，今天不怼人，今天心情好，今天不怼人，好吗？放下首歌给你听好吧，不然你们说我就给榜一点歌不给你们点歌，放首你们的歌好吧，不然你们说我偏心了偏爱了。当时就不想跟你连麦。眼睛好好好漂亮，还行吧。我想数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，
的态度的送一句啊，这是中转心墙。对，失望了，你他妈没进来就嘎嘎你妹呢，嘎是不是？我懒得理你，真多个点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呦，谢小菊送的，我他妈呀，这啥呀，一下子给我惊呆了。送的烟花、钻戒，还有那个飞机，谢谢，不要命了，这么帅，这么好，不要命了，一下子给我整懵了。拼完乐高了吗？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表达了，干嘛不去 PK 呀？不想去 PK 聊聊天就好了吧？我去 PK 的话，你们又得给我上分了，算了，聊聊天就好了吧。对，聊聊天就好了。好想想听《好爱这个世界》，哎，好像这个挺好听的。卑微现在不用卑微，就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时候的话，都有一个很就是不是很自信的。你看你没有完成任务，对，就前几天的任务单吧，好像，然后就一直放在这里没有完成。谢谢谢谢小菊帮我完成的心愿单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请我吃饭，请我唱歌，请我喝酒，给我护肤，来接我的鸡。妈呀，我妈都对我没这么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原版的你也喜欢听，你想听什么歌啊？心墙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我放咯。玫瑰少年不好听，那个太 emo 了。行，我放首心墙好吧。这歌是不是没有听完？我们先听完好吧。听完这首歌再放下一首歌，咱们要不能这么偏心，知不知道？听完这首歌再放下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是榜二点的歌。熊，看一下，很少看直播的，要今天看到我在线的，这是缘分吗？还是什么？雨露均沾，可能你就会只看我一次直播了。心墙，如果不好听，我会切歌的咯。对啊。人与人，鹿晗唱的，下次还看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可以，我加了粉丝团还关注我，可以。行，下次记得看我直播。一般的话是什么时候吗？好像的话，我去了护肤店的话，它就是早上9点多上班，然后晚上的话7、8点就下班了，是这个点吧？应该是。很早之前关注我了，这是我的那种看着我视频长大的意思吗？看着我视频长大的意思吗？你都不说加粉丝团，你加了呀，但是对，对啊，今天他们还让我去护肤，但是我今天没时间，没有去。他们就帮我清理痘痘，帮我敷面膜，帮我垫一下皮肤，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就是拿个仪器。你有个朋友他认识我，现实中吗？还是说网络上认识我？这样现实中认识我那不得了喽。之前给你看啊，真的假的？他叫什么？你可以说他名字不？我搜一下，行不？你跟我说一下他名字呗。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对。
我认识吗？我认识吗？你搜索看一下吗？人少的时候的话我才看得到你们说的话，就是说人多时候的话我可能也注意不了你们这么多人，所以说人少的时候你们才有机会，懂不懂？人太多的话明星来了我都看不到他是谁呀、啊、是不是？所以说人少的时候才会比较看得见你们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有粮啊，这可能认识。你说一个账号吧，我应该认识他。你说吧。可能我还有他微信呢，真的。啊，想起来了吗？这个一般般喽。挑眉挺简单的，这个露鼻子嘛，鼻子有点红。觉得我帅吗？算了，别管他了，好吧？对，别管他了，不想看他了，太麻烦了。我去接个电话，等一下跟你说。好的。忘掉时间，听从内心的直觉，总是一月的岁。九月底好听，现在都你在双流，我们挺远的，我们挺远的。对，双流离我挺远的。有一个坏消息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怎么办？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怎么办？充不了电。嗯，这个好听。充不了电。逐渐渐满了抱歉，前最终还是说出了那句再见。Only you， 我手机可以关机吧。Only you， 让我在梦中惊醒。Only you， 海水都变成天，经历了 24/7 没你我该怎么。那我先下播了，手机没电了，10%电了，等我充一下电，晚点再直播了，可以吗？谢谢小十六送的甜甜圈，谢谢，好吗？对呀，我只能下播了，太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抽了什么东西吗？对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